火山龙。火山龙在哪儿？我们正站在它背上呢。哇哦，好大呀！是很大，还好它睡着了。你们看，火山花就在那里。我们只要悄悄过去就可以了。嗯，要非常小心。哇哦！哈哈哈！要小心，要小心。 耶！嘘，你们别那么大声，吵醒火山龙就麻烦了。好的。哦，记住哦，要静悄悄的。啊！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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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 咕噜，孩子们快点走，前面就到了。我们要怎么静悄悄的到对面去呢？咕噜咕噜咕噜。